告他地址了吗？那应该到时候就来了。猴哥，别杀了！禁言还不让我进呢，太过分了。有些人不说人话，我就不想看，我给他禁了还不行？就杀啊！我都超神了。学个一技，他打盾我们后撤，他没盾我们上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吃药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一 A 点连死。你不要以为套点盐先套就能有用。不是，那有的人我都理我都不想理他，完事他还。你说我不进他吧，他有的时候他就一直刷屏，我倒不如我早点给他进了，对不对？也别让他在这磨磨唧唧的，乐意看看，不乐意看就走了，我也不理他。有些情况房管也来不及，那房管也是看我们直播，也不是说给我就天天给我工作干活的，人家也得自己有自己的事儿呢，有的时候看不见我就来呗，来个小药瓶。说啥了？被禁言了？啊，说啥了？被禁言了？你还得知道知道。他说你喜欢吃他的屎，然后我把他禁了，我做的对吗？铁子，走位打把溜，停 A， 停 A， 交闪，小兵卡我位可太难受了。这奥纳夫怎么回事？给我干他！哎呀！欧纳夫，哎呀，欧纳夫，哎呀，欧纳夫，给我干他呀！打他！哇，这一个扣扣这么多血，完了，螳螂也死了，怎么能扣这么多血呢？这个扣，正常按道理来讲不应该扣那么多血的，可能是征服者加攻击力加的有点高。征服者嘛，那螳螂那个位置其实挺危险，你知道吗？他俩我也不知道干啥去了。哎，这兵可难补了，这因为先出耀光不加攻击力。据我的推断，奥纳夫在上路没走，来可以打，你这 E 给你放了 ，D A Q W A 再 A 再 A， 致命点，减速了就算了。你看，我就知道这奥纳夫指定不能走，他还得干克我。直接 E A 扣打一下回来，平 A。得了，磨磨唧唧的。大招听个饼回家了。哎呀！
推线太慢了，不用大招清兵吧，推的慢，那兵线就没办法进塔。先来个燃烧宝石，斗鱼给我自动取关，猴哥干，不可能，肯定是你摁的，太会消失。如果斗鱼能给你自动取关，我现在就骂斗鱼。如果他敢干出这种事情，我骂他，他连嘴他都不敢还。我跟你说，自动取关过，真的？有没有证据？下回给我录个证据，嗯？下回给我录个证据，我们明天啊把证据一发，在微博把斗鱼一冲，那我不失业了吗？还是算了吧，再演个几年，我把斗鱼一收，兄弟们啊，别着急啊，别着急。你真敢打我呀，兄弟！你是真敢啊你！啊！这波青钢影要来了怎么办？我们撤。哎呦，闪现，走呗。365370，我不明白那一脚为什么会踢到我，踢得有点远。先来个吸地孩吧。嗑药没加移速啊，他带的防御天赋他怎么加移速？没事，让他值钱一波吧，主要是520，爱你们。还剩一层塔皮，我们不着急推啊，我们先等一等，先把线控一下。无影棍自动补刀，自动帮我判断这个兵能不能补。我们开了一波脚本，这卡密影上哪去了？
算了，退了得了。他人儿也看不见了，我看能不能塔下把他杀了。你塔下可以死，先吃个药 ，Q 了一下，让他 A 我们一下，一下就可以 ，OK 了。OK, 三二一，一副卡。哎，我就发现了啊。我要是空线呢，这个 B 就一直也不出来啊，一个刀也不要，就是22个兵，250，我要不空呢，哎，就来打野干扣我。行，我不推了，你一个兵你也别补，你就塔下站着吧，你就在塔下站着吧。别怕呀，你干他呀，你怕什么玩意儿呢？这奥纳夫咋的呀？这奥纳夫我打的，你俩要杀艾克，我真是没想到。先杀这球女，球女能把艾克杀了，而奥纳夫是个笨鸡，没事儿。没事，他死定了。你闪他干什么玩意儿愣的？即将脱落了10秒钟，能不能给他拆掉？刚刚好。我需要一个红 buff， 当然这个红 buff 不能是螳螂的啊，我们这个红 buff 得是对面的。把跳弹打了，把奥纳夫的后路给他断了。一 Q R 点燃 ，A Q 转起来，这奥纳夫指定找我磕。他这种英雄，他不找我磕，他都不可能。所以我们这 W 呢就要快点，闪现 E A Q W A A A Q Q 一用了，直接就上。来意思，哇，闪现！这木女为什么满血不扛塔？我都没太能明白，都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儿。这侄女不扛塔呢，先来个九头蛇，再出个蟹手。把小龙打了。什么人？小炮的双 buff 我们要了。打露露，
卖萌术。这防狼是真能 K， 我感觉。这波是不是球子过来了？中单没了，我估计大概率应该是往这边走了。W 躲一下死了。我段儿哥的 A 接横，那接打过来，天哪！你要怎么的？你要把所有技能往我脸上冲，是不是？放闪现要杀我！这一波呀，看看你能不能把 EA 和打短兵先杀漏出来。打小炮，下路没人守吗？有没有人守？我们去把这球女杀了。哎呦，奥纳夫，我长不长？奥纳夫。路路没有大，这你不上，我都给他点盐了。直接冲吧，日牛往上冲，日牛往上冲，别在后头瞅了，直接冲，直接冲大。直接冲冲啊，冲日女，冲日女，冲完日女先人。我们这里头好几个人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干啥呀？就是不让回家呗。我打个红，不回算了，不回了。靠我点盐不让我回家。点盐是这么用的吗？咱先来个斯特特拉，斯特拉克大护手啊！我看看打个他们家应该出点什么装备能一个打五。这件装备不错，咱先来个收集者，下一件装备可以出死亡之舞或者是大穿甲，死亡之舞吧。给个舞台，不用给舞台了，那中路没有人，我们直接去这个舞台为我敞开。老婆，拿 iPad 看一下微信。来，给个舞台，别急啊，让小炮先跳。来，一扣啊，转起来打吧，妞，扣再转，闪现，平 A 接扣，得了。这有个虚弱，可太膈应人了。
没这个虚弱，这波应该全杀。我得先杀小炮，杀完小炮，然后杀他们家露露。露露小炮需要先死，剩个裘尼卡密尔没啥伤害。我们先杀的奥纳夫，这俩杀完杀奥纳夫，下边再来个舞台。刚才这波没太玩好，有个虚弱限制我了，给个舞台，一 v 五一波。你们大龙，我有技能没事。有个可血也收了，可血呀，一会儿再说吧。可血，让他们去打大龙，我们来个舞台。第一波其实都挺好的，那技能全交了，那小炮。来一波一 v 五，兄弟们，直接冲王转起来，拿换溜 ，A 负 E 再转，先杀小炮，再杀奥纳普，群 A 群 A 再 A 死了，这波也打不过 ，GG， 打不了五个。奥纳夫太幼了，打不动。我没有魔抗，我啥抗我也没有，我只是血多一点而已，打不了五个，我放弃了。大龙吧，兄弟。打大龙吧，啊！以后这雷欧娜，俺们就只能叫曙光女神了。曙光，我的女神呐！中推吧，来吧。哎，我奥拉夫，我子弹还挺硬。太阳吗？太阳吗？太阳女神。下路推吧，
回家。嗯，差100块钱，把石头人打了吧。他们家奥拉夫一看呢就生气了，他肯定生气了，他现在极度的生气，他要推掉我上路的一塔，而我并不可能让他推掉他上路的一塔。我扫一下，来啊，指他太阳女神，我小蛋999杀了推，呀踢我，别急啊，上上上上上上太阳女神，收集者，那你 ，what the fuck， 今天还能让他跑了？那确实让他跑了，他应该医好了。我要你在哪里？来，卢仙，这不把他杀了？卢仙，我就是心远了，我心远是病啊，我这。你搁这还掉钢丝儿，先把小号收了，收一个新德拉，得了，熟女也别叫了，新德拉推上路一波吧，没有人呢，我推了。